老爷爷，嗯，看成了吗？哎呦，看不到啊，眼睛蒙啊。你看不到啊？你说多少就多少吧。那我告诉你了不？嗯，三斤。啊，三斤。平常的话，我卖给人家都卖15块钱一斤的。我看见你这么老啊，我都卖50。啊，多少钱呢、啊？150块钱。啊。哦，老爷爷，刚才我也看错了，是5斤的，300块啊。300块啊？啊，这里才是300，你那些零钱你收好啊。啊。这个土猪肉啊，很好吃的啊。啊啊啊！明天记得还过来帮我买不？啊啊啊啊！今晚早点回去煮饭吃啊。啊。我很关照老人的。啊啊。好，明天还来啊。啊。啊，先回去吧啊。啊。老头怎么这么傻的，那点猪肉啊全是肥肉啊，简直了，5块钱都不用，他竟然说眼睛蒙看不到，我说100他给100，我说300还给300，真的是太好坑了。俗话说奸商奸商，不奸我哪里赚到钱，是不是？如果今天再来多几个这种老人的话，这点猪肉啊都可以卖到1000块钱了。哎呦，卖猪肉真的是容易发财啊，过两天我也把这台烂摩托换成宝马来开开，卖猪肉，新鲜土猪肉啊！哎，爷爷，我来了。哎呀，是啊，哎，你去哪里？想去街上买菜啊？哦，天晚了。我买有猪肉了。买了？是啊，就这么一点猪肉啊？去哪里买的？就在我们村口那里啊。村口那里？啊，猪肉佬那里啊。这么点要多少钱呢？哎呀，300块钱呢。300块钱，我没有听错吧？哎呀，他说300块啊。那个爷爷，你先回去。啊，你先回去去。啊、哦，拿这个猪肉先回去去。哎呀，你晚上不用买了啊。好，知道，我去玩一下，我再回来。哎呀，这个猪肉佬有毛病吧？这么点猪肉要300块钱。爷，哎，出来一下。怎么呀？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刚才爷爷去村口那里买猪肉啊，他说这么一点猪肉要300块钱呢、啊。这么坑啊！是啊，猪肉也不贵啊，就在村口那里。村口啊，对啊，我们去教训一下他。他卖猪肉，新鲜的土猪肉。猪肉，你是不是有毛病啊？怎么了，美女？人长得这么漂亮，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啊？说话怎么那么难听啊？啊！刚才我爷爷叫你这里买猪肉啊，这么一点猪肉，你收300块钱，你坑人啊？没有啊，我阿玲卖猪肉啊，从来都是诚信经营，从来不坑老人跟小孩的。不坑老人，但是我爷爷说是村口那个猪肉老的哦。是不是别的哪个猪肉来在这里卖，搞臭我的名声啊？美女，你是不是误会的？真的不是我啊！如果知道啊，被我知道是哪个猪肉老卖那点猪肉卖300块，我打死他！真的不是你、啊？哎呀，我都在你们村卖了10年猪肉了，方圆。十几里的人个个都知道我阿玲啊很关照老人跟小孩的、啊、肯定是你弄错了大哥、可能是我弄错了是啊哎呀这个猪肉了那么狡猾哎呀收300块钱还不死不承认呢、啊、不行我想个法子整一下吧哎美女要不买一点猪肉哎呀猪肉我就不买了不买了那个猪肉了你是不是单身呢、啊我是单身的，是单身的、啊、长那么帅哦。是啊，难道你也是单身的美女？哎呀，说什么呢？我肯定不是单身的，我小孩我都3个了。哎呦，看不出来你身材这么好，前凸后翘、啊，3个小孩的妈妈了。对呀、啊，那你这样问岂不是白问吗？来，赶紧回去吧。哎哎哎，真的是，虽然说我是结婚了，我有个堂姐没有结婚不？你有个堂姐啊？是啊，我把她介绍给你。你堂姐多大了？我堂姐20出头，还没结婚呢。那个身材有没有你这么好、啊？哎，她身材比我更加棒啊，前凸后翘啊，比我的还翘啊。有没有照片给我看一下？肯定有啊，看到没有？叫小玲，看到没有？哎呦，真的，那赶紧带我去，我猪肉不卖了。哎哎、等一下，我打电话叫她过来。你打电话叫她过来啊？是啊。好，那你赶紧啊。别抢。喂，堂姐啊。你赶紧过村口这里啊，我介绍个猪肉佬给你，很帅的，赶紧过来啊。
等一下我堂姐就过来啊，你等一下。没事，哎呦美女啊，哎呦没想到你堂姐身材比你还好啊。对呀、啊，老妹啊，啊，这个啊。哦，这个啊，对呀、啊，刚刚都介绍给我了。是啊，哎呦，美女，你过这边来。呀，你们聊，你们聊。美女，啊，怎么称呼你啊？叫小婷啊。小婷啊。是啊。哎呦，刚才你妹跟你说了吧？说了。我跟你说，我最喜欢就限你这一款的。真的？是啊。哎呦，但是人家都嫌我卖猪肉的有那个军用蜜呀、啊，都不喜欢我、哎，我都看了。好几个相亲对象了，人家都嫌弃我、啊。那其实就是说他们没有眼光啊，是吗？真的，真的。我那你今年多大了？我今年刚才我不是说二十出头了吗？那我今年25岁了不？哦呦，那不是正好吗？是，对呀、啊，年龄不是问题。但是我卖了26年的猪肉啊。26年呢？对呀、啊，哎呦。美女 啊, 啊，你这皮肤又白，前凸后翘的，都说了他那个屁股比我还翘、哎。既然你妹都说了，我就直接奔主题了啊。啊，能不能加个微信啊，美女？加微信啊？是啊。哎呦，不过加微信我要有一点仪式感的哦。仪式感？哎呀，红包啊，红包啊你。我懂了、啊，这个容易，我跟你说，美女啊，我现在。什么都不缺，我就缺个女朋友啊！是吗？你看，哎呦，那么多钱了、啊，美女、啊，初次见面。哎呀，那我就贪财了 啊！不说这种，来加个微信先啊。这个就微信了啊。对，阿玲啊，微信号阿玲啊，你通过一下。我这里我的手机没信号，等一下多加我再通过哦。啊，可以。那你刚才你妹都说了，把你介绍给我。嗯、你觉得我可以的话？干脆做我女朋友好不好？哎呀，钱都收了你的，微信也真做你女朋友了，肯定做了，是不是？那我太开心了，没想到我阿玲25岁了，我卖了26年的猪肉，今天终于有女朋友了。是啊，嗯、小婷啊，嗯，干脆这样好不好？都是男女朋友关系了，嗯，要不今晚我们约一下？约一下约会啊。哎呀，我也想去约会啊。问题就是我昨天刚从广东回来的着急，忘记带衣服了、哦、意思说没有换洗的衣服了。是啊。哎呀，而且呀、啊、你这种衣服也太老土了，约会啊不能穿这种衣服的、啊、是是是，我给钱你去买性感那种好不好？行啊，我让我姐买一件那个性感吊带那种蕾丝边那种 啊，就是那种，怎么样？可以可以，干脆这样，我都给你、嗯、现金全部给你，再配个一双高跟鞋、啊、还有搞一点那个口红啊。对，嗯，行，那今晚约会我们去现场消遣行不行？哎，我也去呀、啊、哎呀，你去干嘛、哎、你就不要去了，你都结了婚了、哎、真的是我不去了，你都不懂得给我们没结婚的制造一点机会的，你这个姐真不懂事啊！哎呀，他嘴馋啊，这是馋听到你说最好听的东西呀、啊！行行，那今晚7点，啊、我来到你们村口等你，怎么样？村口可以呀、啊，但是你就开这个烂摩托车，什么我不去的哦。我家里有小车的。哎，还有小车。是啊。行，你就到我们村口那个灯光球场那里等我啊。7点，我过来，我发微信给你，你就出来吧。啊，行，可以。记得带身份证。啊？记得带身份证。去约会怎么带身份证啊？哎呀，带身份证，我们去玩那个消遣啊，去看电影啊。哎呀，你就直接说嘛，害得我，我以为是什么啊？哎呀，哎，是是是。那就7点了哦，今晚7点不见不散吗？行行，我猪肉了啊！你看我们回来也有点着急啊，我家里没有菜了。对呀、啊，哦，拿猪肉回去吃。哎，嘿嘿，这个猪肉看你的卖相挺好的哦。啊，是啊，老姐，我来。走开一点。哎呀，记得吗？一点了。嗯，今晚7点啊。啊，行。那拜拜了吧，我就先回去准备一下今晚约吧。不过你也不要穿得利利邋遢的哦。哎呀，你说什么？既然是去拍拖啊，我回去打一点发蜡，换个一套啊，穿我那个皮鞋啊，珍藏的皮鞋啊，怎么样？是是是。
你记得穿吊带裙吗？方便约会啊。一百个心了，我穿得漂漂亮亮一点。好，你就记得有面子 啊。对对对，啊，那就这样了啊。行。哎呀，真的是来送一个那个。好了，那你们就先回去准备，我也回去准备了啊。啊，行。哎呦，没想到阿玲啊，今天终于找到女朋友了，25岁了，卖了26年的猪肉，而且找到一个这么漂亮的女朋友，不行，今晚上我要把她搞定先，说不定啊，过几天呢、啊，她就是我的人了。哎呦，晚上回去就有伴了，不用自己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煮饭了，早点收工回去约会了。哎呀，哎呀，老妹呀，啊，哎呀，那个韩三木，那个猪肉佬啊。他还想泡我，泡你，马上把他微信删了。我跟你说，刚刚我这个手机是有信号，我就故意说这里没信号，哎，我直接一删就得了嘛。太聪明了吧，姐。哎呀，像这一种针对这一种黑心猪肉了，我是有一点阴招的。跟你说，哎呀，他长得那种长相，还想当你男朋友，想得美呀、啊。哎呀，不聊他了，反正他今天也不懂得我们家在哪里，是不是？对呀、啊。我看他今天他跟鬼去约吧，对呀、啊啊，跟鬼去约是不是？是啊。不过这些钱都是不义之财呀、啊，我们就是送给我们村里面的那些五保户吧。这个猪肉我也拿去给五保户吃了。是，老妹，要不你拿去吧。啊，我在家里。那我拿去了啊啊，你赶快一点回来哦啊。